5:23，欢迎您准时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活在五点》。到了今天的国语嘉宾访问环节，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呢是运亨地产经纪张达张先生。张先生，欢迎来到我们节目。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张先生今天来呢，是想跟我们聊聊有关这个投资开发土地的一些问题。其实以前我们这个《活在五点》节目也请到了很多这个地产经纪来跟我们做一个小的访谈，他们一般来都是讲，跟买房卖房有关系的一些话题。为什么今天您来想要讲一讲这个投资开发土地的问题呢？其实这个投资开发土地吧，也跟买房差不多，只不过是，看得长远一点。比如说你这个房子到了年龄，你该拆了，拆了之后你可以建新的东西，新的楼，但是它的用途可能跟以前截然不同。但是拆完之后盖起来的新东西就很高的升值价值。对，那是不是都是大块的那种土地？对，一般都是很大块的土地。它比较有它的商业用途嘛。那基本这个投资开发土地是不是最重要的，也像你们这个房地产界有一句这个金句啊，叫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对，这个投资开发土地是不是也要首先来关注这个地理位置？一定要关注这个地理位置，因为你这个地理位置如果选择不好的话，你以后的用途来说就差很多。比如说你想开一个饭店，但是你在人很少的地方开的话，那肯定是不行。对吧，那没有人来，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去，对吧。那如果他们就辩解说，我得看到这个土地未来的一些潜力，比如现在人可能挺少，那今后可能人会挺多的呢。但是如果你这个预测准的话，那当然好了。但如果预测不准的话，那有可能你这块地就是一块废地。听说您最近是有一个这个土地。对，我就是现在有一块特别好的投资特别好的土地。它是现在是一块，就上面有一个bungalow在上面。但是它的对面就是学校，是那个 UOIT， 不知道你知道吗？安省理工。对，它是现在一个安省最高科技的学校，每个学生入学会发一个 IBM 的笔记本。对，这个学校正在那个成长，正在扩大。现在是1-2万的学生，但是马上就要增长到5-6万。所以说考虑到这个因素，那边宿舍就没有那么多，所以说我这块地的话就在学校对面，所以说如果拆了之后建学生宿舍是一个绝佳的选择。这先得给大家提示一下，这个学校是在奥什瓦。奥什瓦，对。现在图片上看到的是这个您说的这块地吗？就是现在就是这块地。它很大，它有宽是150尺，深是200尺。它可以建一个能容纳100个学生的学生宿舍，中间有47个 parking。然后它还可以建一个饭店，然后还有2个 retail。对，学生住在里面的话，吃饭的话肯定是个问题，所以说下面如果有个饭店的话，那肯定是很好的投资，再加上可以选择便利店啊、洗衣房之类的 retail 来说，也是相当不错的。听起来是一个挺不错的投资的好机会哈。对啊，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机会。这个房东来讲是两位很老的夫妇，他们本来是想自己弄，后来又觉得呀，自己弄一个这么大的工程的话太累了，他们俩怕受不了。您说到这个房东是指这个 bungalow 的房东？对， bungalow 就是说他这个房子的 lot 在这片土地。对，然后现在他们打算把这个房子和这个 lot 一块卖掉。一定要卖。对，所以说是就相当于卖房子，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房子的价值是
下面这块地，嗯，而且这块地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上面有房子的话，是块熟地，就是说肯定是下面可以动土可以建房子的。如果是一块生地的话，你不敢动，有可能你买下来的地挖下来，下面是石头什么的，动不了，那就更麻烦了。对。那其实说到这个投资开发土地。像您刚才说的，在学校旁边可以盖学生宿舍，可以像弄一些什么洗衣房、酒店什么的，还有什么其他一些用途呢？是根据地理位置不同来规划的。对，那一定是。比如说商业集聚的来说，就是你可能 shopping center 附近再开个 shopping center 也会好，就是因为商业集聚嘛，大家知道有 shopping center， 然后就都去，都去这边看逛够了这个 shopping center， 可以逛另一个嘛，对吧？其实那边也有现成的。就是学生宿舍，但是它的距离可能比我们还远一点，但是他们都是满员，因为这边如果盖学生宿舍的话，是一个很理想投资，就是基本是学生抢不到宿舍，住不上宿舍，不是只要有的肯定能住满，就不要考虑空屋率的问题了，那听着这么好的这种投资机会，应该是说非常抢手。对，应该是非常抢手。按道理，如果这个地方如果在多伦多来说的话，肯定我放在一天，第二天就没有。但是奥什瓦的话，它的土就是热度不是那么大，而且有很不是很多人有这个眼光可以看到这一点了。我的房东他就是说他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买到了这块地，他想做这件事。但是他们由于资金呢，还有自己的年龄啊、身体能力不足，可能就是想忍痛割爱这样。忍痛割爱，这个在放盘了多久了？我刚放盘一天，对，昨天刚放，对。所以说很可能在今天节目过后，您就会收到很多电话。对，希望是这样，对。其实在说到这个投资开发土地，就是您觉得这个行业的这个，如果我们把它从这个房产买卖这个市场分离出来的话，这个投资开发土地的前景怎么样？因为现在房市很火。对，前景是相当不错。我可以给您介绍一下，比如说有很多人他喜欢在老的豪宅区找一块很大捞的地方，是地，然后拆了重建，建了一个大的豪宅，然后去赚这个钱。一般我可以告诉你是，比如说是100万的地。然后你再花100万盖，你最后能卖出300万，对，基本利润是这样分配的，对，所以说利润是蛮大的，因为你拆了地，然后再盖楼，然后可以赚出来一倍的价格，是吧？但是从我个人这个角度而言，而且我也是听很多身边的朋友他们在讨论，其实华人他们大家来说对这个 lot 的大小，并不是说真的特别在意，他们在买房的时候是在乎房子本身。你认同这个观点吗？我认同这个观点，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大一部分人喜欢这个 lot 大的地，因为一 lot 大的地升值潜力大，对吧？就我有一块大的地，什么时候都不会跌的，比如说我现在的房子是小，但是我 lot 大。但我卖地的时候，它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我可以拆掉一个房子盖两座，对不对？所以说它的房子价值可以当两个房子来卖。那成本也挺高的，地大的话。对，一般人是不是买不起？对，一般人是买不起，但是华人投资人太多了，就是有钱放在那里不知道怎样，那你就买一块大的地，然后找你自己喜欢的开发商，builder， 然后来建自己喜欢的房子，然后建完之后，然后再把它卖出去，或者是自己住一阵。都很不错的。您有没有一个数据说，比如说这种投资土地，它这个一个square footage 大概是多少钱？这个肯定是看你的地理位置。比如像刚才您提到的那个呢？我那边地理位置大概是，它是一个，比如说37万的房子，它现在当地卖的房子，37万的房子是50×200，对，50×200 square feet， 那大概算起来也就差不多。奥什瓦那边的房子是不是 lot 就相对来说大一些？因为它新区少一些。对，但是我这块地是 lot 大中最大的一块地，相当于普通 lot 中4块地。所以说它的潜力很大。你单买出来4块地的话，你还盖不出这个东西，对吧？你要是单纯的一块，你反倒能盖出这么一个学生宿舍一样的。对，我明白。刚才您说到这个回报率的问题，可能在一块大的 lot 上，如果把这个房子推倒重新盖的话，能有跟您说一倍。对。
基本上都是你的跟基本跟你的地的价格差不多。如果你是盖豪宅之类的是这样，但如果你可能盖这种密集型的房子，那可能就大一点了。比如说这块盖学生宿舍的地，那你可能买100万的地，你可能要花300多万然后去盖这个学生宿舍。是，对，但是你回报率会更大，因为它之后就只有800万了，差不多之后就是收钱了。对，而且收钱每年我算过，像就是你纯收入的话能有80多万。对，你每年的话因为空租率很低吗？对啊，所以说4年基本上就回本了。对，你如果是真租4年的话，你就全回本，这种事情都很少见了，是吧？对，其实作为地产经纪，就是您可能也是对这投资开发土地有一定研究。如果地产经纪有很多朋友感兴趣的话呢，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吗？一，我觉得还是选地址是最重要的 location， 你选自己喜欢 location， 你选配合用途的 location。 比如说你想建豪宅的话，你一定要选在豪宅区。你如果你在一个穷人区中买了几块地然后建了一个豪宅的话，没人会买的，对，你这个 neighborhood 就不构成，对吧？再一个就是你要算好你的资金问题。对，有的地比如说像我这块地，它不一定是说要那个你全部有这些钱你才可以去做。比如说你可以 pay off 100多万，你就买下这块地，然后你以卖楼花的形式，你把你自己的 unit 都卖出去，之后的话银行全额贷款，你这个 project 就可以做了嘛。对，非常感谢今天我们请到张达张先生跟我们聊了有关这个投资开发土地，并且介绍了一下他在奥什瓦现在代理的一块土地，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机会。如果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拨打现在屏幕上出现的张先生的联系方式来具体的洽询。现在是下午的5:34，我们今天访问环节到这里先暂时告一段落，稍事休息，广告回来刘佳带给我们广东话新闻，稍后见。